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我刚刚来吃这个罗蒂多西跟罗蒂查奈啊，这一件呢就是我要去吃的那个多西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他怎样做这个多西。Hi, morning. 这个印度朋友啊跟我讲 Hi, 他现在就是在做着这个印尼罗蒂啊，不？印尼罗蒂多西就是安利要吃的啊。等一下我会叫这个来吃，这个 handsome boy 啊。OK, 我们去 order 了。来。我们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里有咖喱啊，这个是咖酱啊，炸鱼，这个是马来西亚那个燕歪的阿三鱼，这个咖喱羊肉，这个你不晓得，嘿嘿，好像鸡肝一样啊，咖喱鸡。羊肉，鱼，都是咖喱啊，朋友们，还有这些蔬菜，这些炸鸡，安哥坐在这里了，你们看，安哥 order 了吗？没有啊，马上 order 啊。刚刚你 order 跌倒了呀？你 order 一片多多些给我多些。哎呦，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巴巴酱，这是印度人很喜欢吃的一种脆皮虾饼。好像类似虾饼啊，不是虾饼啊，你就叫巴巴酱。ini cakap apa? Hello, ini cakap apa? Satu paket satu ringgit. Dia nama apa? Hello. Dia nama cakap apa? Papa jam. Papa jam. Thank you. Angkat jalan di sana ya. Kita jadi sus kacang.咖喱咖酱，这个是罗蒂加奈，还有妈妈店外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爹达的。我的多西来了啊，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罗蒂多西，它的口味有点带小小的微酸，但是非常好吃啊。这个就是椰子做的。这是咖酱带，它是咖喱。这个呢，安迪就不晓得了。好，我们开始来吃。哇，安迪现在吃多些，哇，这个是安迪最爱啊！他每次来这边演完都吃他的多些的，真的啊，这个他酱料非常的香啊。来十次九次都是吃多些的他，没有吃别的。安迪好吃吗？好吃啊，吃完了咯，你进什么？哎，咋嘞？
来这个演外妈妈店啊，没有喝跌打的就不好像没有来到演外啊。演外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跌打的。朋友们，你们看，安哥现在叫了一碟这个咖喱羊肉，这个他们印度人把它称为是梅拉卡赞台，还有这个是格拉布。刚才我问他小弟要讲是格拉布，我吓掉一下啊！格拉布不是叶子吗？好，我们继续吃。各位朋友，大家好，给你们看一下马来西亚的咖啡，这个是 Chef Recipe， 安哥在这里坐着。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阿萨姆拉萨，啊，它的口味是有点酸辣酸辣啊。安哥今天很想吃，因为这里马来西亚下着毛毛雨啊。对啊，现在是8月25号啊，晚上在这毛毛雨。这个是今天安迪带我来这边吃这碗阿萨姆拉萨，暖暖胃一点，下雨天吃一点辣辣酸酸的，打理一下现在的很多。这个是巴德干呀，再一点呢是墨西哥鸡薯条。朋友们，你看安哥继续吃薯条啊，吃饱睡觉啊，讲，安吃猫来的。再来来了一碟鸡翅啊，炸鸡翅啊。安哥今天发大饿，要吃。爽哦，酸酸辣辣哦。Happy birthday.